周信芳先生来看戏，散了戏大家合影时，周先生对我说，你演得不错嘛，这么漂亮的小姑娘怎么唱老生呢？我觉得你还是唱旦角的好，会更有发展啊。听了这一席话，我就心有所动了。事后找来一套旦角行头，扮好妆，照了张相，一看自己真是很有扮相。再一想，我一个女儿家，为什么总在台上带着胡子装扮男人啊？于是我下决心改弦更张，唱旦角了。摘自2010年01期《中国戏剧》。
不见，前公之烟火比例太前扬烟灰，有一日一城没得战士不忘前公之恩荣与善，虽然不服气尽人的不见，我和你没服气尽的姻缘，这几日因火不成的不占有，但我心不是彼此的名言，非是我这几日城没不占有一桩，心腹是不敢明言，小天错，白天门两个交战，老娘亲压粮草来的薄饭，我有心会送银金木一面，怎奈我身材饭不能过关，你哪里休得要强人改变，你要见高堂不是咋不阻拦，虽然公职不阻拦，我有领先怎过关，有心赐你肯赐林间千亩一面，岂可还？宋英李四母图愿一夜之间，你将安公还？宋英的虽然路途远，快马加鞭也还。是才叫大米之人，一对长天就表一放开怀谈，然而